随时都在养，对不对？是是，随时哈。随时。你现在养不养？也是养。你现在养不养？他会不会讲？他听懂我的意思吗？A little. A little 我听得懂。一点点。我就英文只会 a little。是刚刚讲到我那一句话。好，所以我听得懂。好，那我问一下哈，他现在哪里最痒？四肢有没有在痒的地方？现在四肢，你哦，这里也很痒是吗？所以你正在抓，还好，好，在这里哈，我只能说，我先，你现在痒的部位指给我看，现在正在痒的部位。现在痒，哦，这里正在痒。是吗？好，这里哈、哦，确定哈、哦，好，那你看他已经抓到怎么样破皮了，这个都是怎么样？哪里痛，抓哪里，哪里痒也是抓哪里，他抓对了还是抓错了？抓错了，他没有学原始点。你看到痒的地方是不能抓的，好，那你坐过来，坐到这个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最痛，好。好，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刚刚痒的地方，还痒不痒 ？Are you still itching? No, no more. So now, I would say my you can't see it now, but my legs is almost all gone, and my feet and my body is like 98% all gone, and my hands are about 95.My legs are about 90, so it's slowly getting better, and it's really helpful. 那我身上现在已经极大改善。那像我的，那你们看不到啊，但是我的腿基本90%都已经痊愈了，恢复正常。那身上呢，有98%以上。那至于手呢，有95%都已经痊愈。Thank you.